是我妹妹。我是 Maria 桑，在 TP 的妹妹。我是阿贝桑的宠物史迪奇。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、小铃铛，小铃铛。大家请多多支持哦。大家早安，快午安。今天呢，我去波波代理那边宣传。今天是因为自带妆，所以自己化妆，然后自己弄头发。今日は卷发です。啊，对，因为呢，我最近收到很多粉丝们问我，为什么最近一直穿桃红色的衣服？是因为我之前播了《Sunshine the Night》的封面照的时候，有一个粉丝跟我说，最近开始看到桃红时就想到阿布这样，就想说哦。好像也不错，所以我最近 Sunshine Night 的宣传期，每次都穿桃红色的衣服，所以今天也是桃红色。其实桃红色的衣服真的很少，虽然我喜欢桃红色，所以就是我家里的东西的，我的东西很多都是桃红色，可是呢，桃红色的衣服真的并不多，所以其实是为了这次特别买了几套，然后每次都不同的方式穿，然后对。我快要出门了，我去那边好好宣传的，加油，今天也一天加油，出发。我刚刚收工回到公司，等一下弄一下一些事情，然后再去吃晚餐。公司有一个房间是我休息的地方，这个是大家熟悉的，这里就是很自恋的房间。那我开始做一些事情，那等等见。嗨，工作结束。来到餐厅，终于可以吃晚餐了。其实我今天没有吃午餐，所以很期待吃晚餐。今天吃健康餐厅。你在干嘛？我是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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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滴
好可爱。初次公开，她是我妹妹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 Maria 桑 ，Maria 桑。自己觉得奇怪。在 TP 的妹妹，很多人以为真的亲妹妹，真的妹妹，可是她是台湾人。内籍的，内籍的，零一。她是。
山的宠物史迪奇。对，我的宠物小迪，香港人。对 ，Hello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阿波玛利亚的 YouTube channel， 耶、yeah ！欢迎来到阿美桑的 YouTube 频道，对，自带翻译，谢谢。吃饭，吃晚餐，今天吃健康餐。落地，有真正面奶，真正面奶。ちょっと待って、有看到了吗？来台湾第一次听到面条这个东西，嗯，你帮我挖看看，到底是什么呢？面条，面条，哎、欸，你像 UFO 哎、欸，很像什么？是什么？高端？你帮我翻过来，里面是料。哎、欸，这是水饺吗？我是觉得应该蛮像水饺。秋冬上油。哎、欸，里面一个绿色的，是菜耶，是菜耶，哎、欸，是菠菜耶，健康的，欸、好健康。你吃看看，一人一半。右边那个是先吃，一口，一口，稳。微信，微信，好吃。我这样子饺子比较结实的饺子。嗯，这个里面会讲什么口感之类的，很厉害哦。这边是软绵绵，然后外面比较硬一点点，然后要配那个酱汁才会比较有味道。厉害的，谢谢你们的食レポ。饭后甜点来了，虽然不饿，但一定要吃一下甜点，因为这个甜点是我最爱的伯爵茶口味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大概感觉是什么？哦，什么是大的？可是三角形，那是梯形，我是梯形。你怎么不开下？宝强迫我吃甜点，这两个人。你不是很幸福吗？一点点，我说一点点，但变成很像看我之前的我，跟着陈贝吃饭，然后陈贝吃一点点，然后全部推给我，你是不是现在这种感觉？对，陈贝点很多吃不完推给我。好可怜，真的变胖了，辛苦的小弟，很好吃，因为我很喜欢吃肉桂，肉桂，辛辣吗？对，超好吃的，然后它没有很甜，所以我很喜欢。可爱，你看你学它，对，甜点就是这么开心的吃。对，我第一次看到你们吃甜点吃的，对啊，强颜欢笑，耶，吃完饭了，我要回家了，今天有一点冷，赶快回去家里抱抱牛奶糖的。那阿布的一天差不多结束。有海，拜拜。ただいま。怎么又不开心的感觉？拜拜，晚安。你也是明天开。我什么时候可以跑出去呢？快点，快点，妈妈，快点！哎。
么想你来可。